主厨，我的菜还没好呢，客人催我好几遍了。哪个桌？二号桌的虾。二号桌的虾。哎，我说，这个二号台的虾好了吗？别人客人等不及了。好了，上菜吧。哎，没事呢。 味道不对，怎么味道又不对了呢？不对，蔡主厨，那这样，您要是觉得味道不对，您受累，再重做一份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说话的？你主厨啊，我主厨。听谁的？几个意思？几个意思？不是，这味道不对，不能上。蔡主厨，我呢就这么大本事，菜呢我已经做好了。 您呢，爱上不上？哎，我知道你是个老师，那你告诉告诉我，怎么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主厨啊？好好学习做菜，以手艺服人。说你死心眼儿，我是夸你。 我送给你那武林秘籍学的怎么样了？里面的菜学会八成了。这样，等你学成十成了，学精了，你最多也就是一个好厨师，最多也就是一个捧海呗。怎么才能当一个好的主厨啊？除了那个手艺得精以外，那人心呢？人情呢？你得做他们的精神领袖，你才能在后厨当领导者，才能做成主厨，你明白吗？你是不是得好好琢磨琢磨？哦。
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师傅，你等着吧，绝对不让你失望。那最后告诉你一句啊，要想成为我，就别变成我啊。拜拜。哎，又下线了。 干什么呢？我这么大个活人换过来都看不见。哎，我正在研究我的棋子。阿王，对，又不教你好了吧？哎，不能这么说，叔叔教我们都干货。你不看我给你的是什么呀？哦，对，看看看。这是我送你的啊。我衣服。哇，这是你做的？啊，不，你别误会啊。 衣服不是我做的，但是你看见了吗？如此特别的字母是我绣的，确实挺特别的。本来我想绣三个的，但是我这一个没绣完，我手指扎了四个眼。啊，哪儿啊？哪儿扎了眼？哎，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嘉禾，谢谢你。自从我妈走了以后。 今天大家都别忙着开工，我有事要宣布。老话说：“一朝天子一朝臣。”我完全可以效仿陆远，一接手就把你们全部都开了。你们几个怎么进的这个厨房，我都亲眼目睹过。 我想，除了你这个儿，没什么独一无二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。但我不是他，我不会开你们，别紧张。但是这个刀铲摆哪儿，还有个人习惯问题，所以呢，我对你们的岗位做了一些调整。大纲。 自从陆主厨走了以后，偷鸡摸狗的事儿，你没少干。我没有啊。所以现在我决定，大高负责食材监管，多了自掏腰包，少了算你奖金。不是，我还得做。不愿意干可以走人。老刘，哎，你最近做的冷餐，真是狗屁不是。 能减就绝对不加，既然你这么不愿意做冷餐，负责甜点吧啊！凭什么呀？毕竟甜点呢，少一分钟都不成型。有劳受累。再小的更符合一点。小陈，看你最近工作这么认真，以后冷餐台你负责。啊，好好干。谢谢主厨。 下面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这个餐厅的二厨就是老李的了。现在的二厨负责老李以前管理的荤菜。你还要升我呀？我相信你的手艺，我还相信你能治得住他。别动，最好是乖乖听话，好好合作，这样对你我都好。 所以呢，我相信老李一定可以成为非常出色的二厨。好了，没什么事了，那就忙吧。等等，我是蔡大主厨，凭什么撤我？不服？那好。
要不这样，咱俩比试比试，你挑一道你最拿手的菜，如果你赢了，我把我的职位给你；如果我赢了，乖乖的服从安排。阿拉斯加雪蟹，全套太麻烦，太耗时间，就比第一道工，挑蟹。动手吧。服务。大嫂，我们和大哥接你放学。我要的是精英部队，我希望你摆准自己的位置。在任务正式结束之前，我是不会主动停止的。出类拔萃才是我们需要的。你要是不打击我，就不是你了。杨幂、黄轩联袂出演，翻译官乐视视频独家热播中。常常梦到自己长了翅膀，可以在天地间自由的翱翔，飞过山川河流，飞过故乡，飞到了你的身旁。你也有双翅膀，闪着光芒，挥动着最初纯真的梦想，我努力地飞进我们的心房，你却慢慢地飞向远方。我只想留在你的梦乡，我顽固的坚持不离家，我害怕消失了，乱了方向，怕醉了，只剩下幻想。我一直都追寻着希望，我一直都朝着你的方向。